这里是彰化竹塘九龙大龙宫，这里这一棵的榕树很大，占地有3000多坪。今天是4月4号，礼拜天，我们休假公休来到这里玩。竹塘九龙大龙树宫，这一棵榕树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啊，树仔头伫遮，即粒吗？啊，遮，我看到啊，这庙的后壁，树仔头。啊，遮啦，树仔头伫遮啦。哦。哦，这真正有壮观呢，哇！真正有壮观，有影。